我是今天的婚礼主持人 Tammy。 首先请代表双方指挥人及新人感谢大家的莅临，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为我们的新人带来祝福。那么呢，想必呢大家今天呢也迫不及待的想要来见到我们。首先进场的是我们的伴郎浩逸以及伴娘林瑜，紧接在后的呢则是我们第二队的伴郎伴娘，分别是俊宇以及佩瑜。那他们呢都是我们新人呢从高中国高中实习的好朋友。也感谢爸爸妈妈从小到大的养育之恩，以及一路的陪伴，以及对这段感情的支持。我相信爸爸妈妈此时此刻除了有不舍，更多的呢是对宝贝女儿的祝福。我爸爸妈妈此时此刻有一个非常多的话想要对宝贝女儿说，现在我们请君君为爸爸妈妈交换生命中最重要的位置。也有请我们的亲人爸爸妈妈深深的一鞠躬，谢谢爸爸妈妈，请鞠躬。新人的爱情永固，不久不息。晨晨送留下来的甜美香槟，就好像君平以及玉文源源不断的甜蜜与爱恋。再次恭喜！那么呢，一段感情能够开花结果，我们最伟大的推手呢，莫不以你来支持他们的家人们哦。那现在呢，我们就要邀请双方主婚人一同上台，让我们。好月圆的时候，请大家勾住你的手杯，并且一起大声地说幸福花好月圆，幸福美满，干杯。好，大家看到了我们的英文已经在此完成了一个礼物，挽着我们俊平的手，好的时刻想必呢在他的人生呢你的重要回忆里面会占有非常重要的一页。赶快进入我们的游戏。那这个游戏呢，待会里面会有十题快问快答的题目，那都是关于我们新人的一些小问题哦。那呢，就要看在各位亲朋好友，你们对这些问题呢，有这我们的新人的了解程度有多深哦。欢迎大家进入我们游戏哦，待会呢会进入行我们实体的快问快答。好，这题是试验题哦，先让大家练练手，暖暖身。来，请问紫台行听什么牌？哦，我刚刚那个什么，刚刚要打三圈，红色军品乙轮，蓝色玉文，手红。黄色军品千蓝，绿色军品玉文。
请作答。哦，这题答错，我等一下先抓。哦，这题答错的是谁？我等一下先抓出来。准备好，猜猜我是谁？请看照片。哦，是君普的爸妈，玉如的妈妈，君普与玉如的男士，你要稍微集合一下。张宝贝现在就突然大喊，好，来，答案是王牧言，蓝色的王牧言。来，我们现在进行下一题。下列何者正确？好，二一，请公布答案。好，猫比较好哦。新人，我们的前三名，第一名布，第二名基隆雀舍，来第一名是小王子。好的，那我们有请呢，我们第三名的朋友是来第三名的朋友，哎，我们这位好朋友，我们有请我们的新人先来颁发我们的小奖品。我们第二名的好朋友，恭喜你，来吧。好，那么是不是有请我们的台上的新人，还有我们的好朋友，来，我们拿着你们的小礼物，看向我们前面的摄影大哥。来，大家站紧一点，我们的新人。那么这次的谢谢我们这些好朋友们，有请大家先行入座。我们台上的美女们，哇，大家一字排开，真的是那个貌美如云呐。好，那我们每个人呢，先选一条缎带，先不要抽，大家不要害怕，它没有通电，好不好？大家不要害怕，来先。好，那大家都拿到了我们的缎带了，三、二、一，请抽，加油！啊，又绿啊！恭喜我们这位美女。来，有没有来？我们是不是还是不免俗邀请自我介绍一下？来，你叫来，我们讲讲你叫什么名字，然后跟新人是怎么认识的？哦，我叫郑玉琪，我是新娘的大学同学。大学同学，哇，那这缘分也真是非常深，因为我们君平跟我们的新娘也是爱情长跑十年，也是一路的在旁边这样看他们就是成长茁壮，对不对？那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的新人说？看到你嫁出去，我真的是太感动了，太感动了，对不对？终于啊，爱情长跑十年，终于看到开花结果了，非常的感动。好，那我们是不是请新娘先给我们的好朋友一个拥抱，好不好？好朋友之间的拥抱。好，那么呢，在同时呢，我们请大家来拿着你们的小礼物，来，君平帮我站在中间，你是今天的主角，来，大家往前一点，往前一点，往前。
OK。谢谢。我跟你讲呢，你讲我好。来，先坐。那是妈妈的。